上年學界 D1 自己破了5000米的學界紀錄，每個學界的運動員都很慕名以求這個紀錄。 D1 學界田徑對我來說是所有比賽之中最重要的，因為可以為自己學校增光，二來學生在學界玩的次數不多，應該好好珍惜。長跑是一個靠意志的運動，當跑到最後的時候，聽到不少同學的打氣聲和支持，就算自己想放棄都會堅持到去終點。今年的目標，我希望自己可以15分15秒內，希望接近自己的最好成績，破上年的紀錄。對於不少的目標，就希望當然是拿到全體的冠軍，不要斷了師兄所做下來的事情。